我已然让梁晨带着小强上北屋睡去了，你赶紧该干嘛干嘛。你说你也不是榆木疙瘩脑袋，就差一层窗户纸了，人家是女同志，怎么好意思在你前面捅啊？成亲这么久了，两口才分屋睡，让人笑掉大牙。哎呦，大妹妹，小点声。就满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。想的怎么回事啊？那我眼睛我看得真真的，慧兰那眉眼间透出的意思，我早就明白，她瞒谁都瞒不了我。你瞧见没有？瞧见没有？人家偷偷的把这个给我还回来了。你先把这剪子放下，我瞅着眼晕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人家是明告诉咱们，他已经彻底解除了他的防线了，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？你是说，慧兰同志已经拿我当他自己的男人了？我说马哥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这什么呀？我就想明白了。这对于我一个老光棍来讲，这当然，这可能是个好事儿。可是对于人家慧兰同志来说，这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了。你肉不唧唧的，你说话你怎么就没个痛快劲儿啊？你干嘛呀？我把它交给慧兰同志。为什么？我让他接着防身呢。哎，我说你在他身边呢，他防什么身呢？他再者说了，你又不是强迫的。哎呦，你想急死我呀？哎呦，你想急死我呀？你，我觉得这本身是一挺干净的事，我不想把它办脏了，我更不想让人家戳我的脊梁骨。我今儿我就戳你脊梁骨。马夫说你就是个大傻瓜，你都不是个男人，你连主动你都不知道。人家慧兰同志从小就入了佛门了，这凡人间男女的事儿，人家根本就一点不摸门。再说了，那他呢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什么意思？我不喜欢他。你混蛋你！你不喜欢他，你要他干嘛呀？你不喜欢你跟人家在那唱情歌，爷们儿娘们儿屁！我那是哄他高兴的。行行行，你别说了。你赶紧抱着小猫回家。管这闲事，我真是多余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在这儿就是多余，你这不扯呢吗？这不是，来，放，咱回家啊。马哥，大妹妹，慧兰同志能跟我一蹬车的板儿爷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，人家图的是个乱世能安身，对吧？我能给人一个睡觉的床，让他风吹不着雨打不着，一天三顿有口热乎的吃，我觉得我就已经是积了大善，行了大德。你马哥不是那趁人之危的人，我也学不会。过得真就过得了线，我眼皮子底下没有解不开的死疙瘩。今儿我把话给你撂这儿，马哥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让慧兰妹妹那铺板跟你那炕头并一块堆儿去。不信你就等着瞧。分局外调的人已经回来了。你家情况属于城市贫民，父亲是河北定兴人，在北平走街串巷，以摇煤球、糖炉子、盘灶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母亲是冯琼的，家庭出身没有问题。但是，你在国民党部队的表现到现在还没查清楚。你提供的证明人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一个都没找到。所长，我在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笼子里锻炼成长，是有案可查的。我立功受奖多次，不是假的吧？这些组成都知道，要不这个，你早就脱警服了。
你可不和老北平警察局的留下那些人啊，他们不是都已经走光了吗？我和他们有本质区别。老沙同志，你表现一直非常积极，这些我比谁都清楚。运动中你基本表现也不错，但是对待个别问题你还有抵触情绪。这怎么是抵触的？不该抓的人让我们去抓。你们行了行吗？我现在不是也在挂职使用吗？你怎么就不长记性了啊？注意表现，站稳立场。这些组织上都清楚，你不能经不起考验，关键时刻给我打退堂鼓。这点你放心，不管什么时刻，我知道我自己是个警察。你在我身边呢，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这大夫说了，说你现在病情呢有所缓解，要注意劳逸结合。大夫也跟我说了，哎，就是因为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才恢复得这么快，要不啊早没希望了。耿老，别说这种丧气话，说这种话会影响你的情绪。哎，胜利，那个离婚申请书你烧了没有啊？早就烧了。烧了我就放心了。这几天啊我就想啊，你说这人啊折腾来折腾去啊，折腾到最后啊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。胜利啊，其实你是个聪明人，这事业啊就是你的好果子，这个家也是你的好果子。嗯，可是你还嫌不够吃，还上外面去找野果子去。你不高兴了？我不是那意思。胜利，你这一生气我就害怕。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么说。你放心吧，从明天我再也不会让你害怕了。走，我们回房间。再待一会儿呗。我要去了断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拿破仑说的事。拿破仑说啥了？拿破仑说啊，爱情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干了一件荒唐的事。白求恩只是加拿大共产党员，50多岁了，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。这不是去年幸福寺院的慧兰吗？后来这大下雨天的你还送纸壳啊？没事儿，都盖着呢。你说老马登一趟不就完了吗？一个大男人你不知道心疼媳妇儿。老马有老马的工作，这活本来就应该我自个儿干。您瞧着这一大车，其实没多大分量。瞧你长得这个俊的，老马可捡了大便宜了。你这头发您要到街道上工作了啊？我是临时过来帮忙的。哎，小李啊，来来来。哎，慧兰同志来了。好，帮助慧兰同志把这活验验啊，完了把那新版料发给他。好，我去忙了啊。好嘞，来，这么快活好了？这回可比上次提前了2天呢。麻烦您给验验数。哎，不麻烦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您别客气。你再说一遍，乱搞男女关系是谁啊？那男的叫康胜利，是拉小提琴的，他是首犯。那女的倒跟他没什么关系。哎，这乱搞男女关系怎么都跟女的没关系啊？我说啊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勇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，那是说明你的觉悟很高。扫帚不倒，灰尘不会自己跑掉。纯粹的流氓分子我们必须彻底根除。其实那女的你也认识？他到底是谁啊？就是那个剃头的何爽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。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。他
这叫肆无忌惮，是得给他点教训了。我和同志派出所配合今天晚上的革命行动，韩主任，我这可是支持革命运动，您千万为我保密。行了行了，解决了，我是在组织的人，这纪律这事儿我懂。是满腔热忱，而是冷冷清清，漠不关心，麻木。哎，坤正同志，还有呢，快！喂，净土湾派出所吗？我葛晓慧。冯主任，我是郑玉山啊。哎，对对，是我的班。你说什么？让我们民警参加革命群众的行动？群众运动我们参加不大合适吧？什么？净土湾六号有流氓活动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这样吧，我让单雪峰同志马上和你联系。对，好。彭主任，那这样，再见。所长，净土湾六号不是老单他家的院吗？是那院。哎，今天晚上是老单值班吧？对，让他到我这儿来趟。好的。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爸，他今天晚上加大夜班，去百子湾拉大字报纸，往北京大学送。我估摸着早不了，您甭等他了，赶紧睡觉吧。你们先睡吧，我再等等。小峰，姐姐睡觉了。姐姐，小峰姐姐睡觉了。快去吧啊。不想提前来了，贼。是啊，做贼的滋味太难受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以后我们不用提心吊胆偷偷摸摸的了？是啊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。我今天啊特意去了一趟西端菜市场，我给你买的带鱼，我还亲自给你烧的。
给你做的罗汉豆，你先尝尝。是鲁迅偷吃的那种豆吗？对，就是那种豆。以后啊，我没必要再偷了。香吗？偷着吃肯定不舒服。你不用告诉我为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。这个不是偷来的罗汉豆，可以告诉我一切。我还带了酒。我呀，是想告诉你。不用说出来，你忘了我说的话了。想说的话写脑门上还说出来，就怎么着来着？你就把我打到粪坑里。不是，是你就掉进粪坑里了，真笨。不是，我是想告诉你。你真想让我把你打进粪坑里啊？老康，今天你整整提前了半个小时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好消息就摆在我面前。你是来庆贺的，我不想听那些碎碎唠叨的过程。我只瞧见你为我做的一桌好吃的，我全明白了。为了等这一天，我快被你逼疯了。来，喝一杯。又想找抽呢，是不是？是什么呀？是何爽，你就狠狠抽我一顿吧。老康，你我从相知、相识、相爱整整八年，在你去大西北的这七年里，我就像萝卜白菜一样被人挑来捡去的。这帮男的没一个我瞧得顺眼的，他们还一个劲儿的在我屁股后面追苍蝇似的轰都轰不走。有一个姓唐的，我跟他没怎么着，完事儿临了分手，一毛五的鸳鸯冰棍他愣跟我要那七分五厘钱，你说这都什么人呢？那天我带良辰去上课，你就跟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抽了你一大嘴巴。现在我怎么舍得抽你啊？我心疼你还心疼不过来呢。我是你的杜拉克白痴草，你是我的天锥树，我要缠着你生，绕着你长，生生世世不分离。谁啊？是我，慧兰。进来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姐姐，怕有坏人。别怕，有坏人你就嚷，有我在呢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姐，我是担心您这儿。姐姐好着呢，你早点回屋歇着吧。您留点神呢。
不是嫁给你们院那个拉板车那老马了吗？他可能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，我先去看看，等会儿我。哎，不，不行不行，你待会儿再去。我呀，我来的时候我还给你带了一样东西，看你喜欢不喜欢。你要是喜欢呢，就好了。我呀，我还得赶紧回去。不行，好不容易三天见一回面，来了就要走，不许走。我都给你带来了，你先看看啊。你看，这是五六年的时候，我们去莫斯科演出啊，我给我老婆。真漂亮。漂亮吧？这俄罗斯啊，这个民族花纹图案就没有过时这么一说。嗯，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纪念吧。纪念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死啊？啊，不是，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一起，肯定有一天会分开的。分开呀？早着呢。谁啊？姐，回来，回来，进来吧。给你介绍一下你未来的姐夫。姐，我有话跟您说。您出来一下成吗？成，你去外面先等着我吧。不许走啊！我马上回来了。那些个衣冠楚楚的人，其实都是鸡鸣狗盗之徒。哎，唐伦，您说这个叫康昌利的男的是不是拉小提琴的呀？听说好像还是什么个板团的业务尖子。哎，这板团的人是不是应该受保护啊？保护坏分子就是对人民的犯罪，无论他是谁，只要是他做出了对人民无益的事儿，我们就不能手软，就要坚决的打击。那个女的我见过，长得端端正正的，看着可不像是什么坏人啊。你这个同志思想有些落后啊。啊，奸夫淫夫能凭长相下结论吗？哎，唐主任，我听说您当副日电领导那会儿还跟那女的有过一腿啊。混账话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也忘了是谁说的了。您息怒息怒。我跟你说啊，有过一腿那是最最忌讳的流氓暗示语言。我一个堂堂的革命干部，又怎么可能跟他有过什么的？啊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堂堂正正做事。你是说革委会的唐主任？是他，我亲耳听到的。还有，听他胡说呢，他那儿嫉妒，明白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姐姐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原来啊，他想跟我好，我不喜欢他。后来我们俩还大闹一场，一句半句的跟你说不清楚，没事了回来，走，回屋睡觉。还有咱们院的老叔，哎，叔海那块料更不值得一提了，都是小爬虫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今天呢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跟你未来姐夫商量呢，回头请你吃喜糖，回屋睡吧。哎。
哎，回来同志，您怎么没在里屋歇着呀？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出什么事儿，我夜班。嗨，我时不常的老得加个夜班，您习惯了就好了。赶紧进去睡吧，别着了凉。我何尝姐姐那没出什么事儿吧？大妹妹那儿能出什么事儿？您这是睡懵了吧？福生哥，啊，要出岔子了。大妹妹，大妹妹，谁呀？我是你马哥。赶紧开门，查户口的来了。查户口？啊，赶紧上北屋你姐那儿把户口本拿出来，别耽误了民警同志工作啊！快点，快点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取，耽误不了民警同志的工作。走吧，你从哪儿从这儿走啊？哎呦，不行，太高了！先上去吧，快点！干什么呢你们？啊！干什么呢你们？干什么？抓流氓！我们这没流氓，我们这民居。哎呦，太高！赶紧出去！你别在我们院里跑了！你先跳下去，快点！你偷东西的贼吧你！来，再来！再走俩，叫人了啊！抓你们！来人了，都出来！咱们要进贼了！梁哥，准备，都出来！来啊！受累了，马哥。这几位干什么的呀？我瞧着不像警察呀。我们奉命清查你何爽的家。大董小建，进去搜。哎哎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这是？这大早起的，怎么连个懒觉也不让人睡啊？啊？干嘛这是？我们抓流氓。抓。有人向我们汇报了详情。我们都是革命群众啊，我们这院从来没出过流氓啊，没出流氓。嗯，那这屋刚才怎么有个男的啊？明明听见他们在说话呢。哎，小英，怎么回事？姐夫，甭听这帮人瞎嘚嘚。你们哪儿的？什么哪儿的？我们是革委会派来的，基本成员都是由各单位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组成的。怎么着？你们不相信啊？你少跟我说这个。还跟我们要过人呢，我们单位给俩，一个叫烂豆芽，发豆芽回回没有不烂的，还有一个叫扑克卫，除了敲三家别的什么都不会，这俩点火都不着，光他妈偶烟呛人，没人要的货。哎，怎么着你地葛呀？怎么了？你这老东西皮子是不是有点紧啊你啊？你还少跟我说这个，我告诉你，打解放到现在我在院里没光过膀子，为什么？怕吓着孩子，我这身上大窟窿小窟窿一共13个，那都是打日本人和国民党王牌军落下的。你说怎么着吧，队长，我瞧这院男的全都是青皮，不好对付。说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带着你的人给我走。不是，是啊，窗底下大衣柜我们都找遍了，都没有。他肯定是跳后窗户跑了啊。这表是在枕头底下发现的，不是他的表，他的表放在床头柜上。这套里外三新的男士衣裳在他柜子里发现的，看见没？啊，老赵，现在你没什么可说的了吧？大东小健，带上这几件东西，把他给我押回去候审，跟我玩青皮，老子天生就不出青皮。放手，放手！小严，您不能跟他们走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别怕啊，孩子。小姨没犯什么法，走到哪儿都敢这么说。人能被打死，不能被怎么着来着？吓死。对了，
这阵势小姨见多了。哎呀，煮熟的鸭子嘴还挺硬，给我带走。走走走走走，用不着那么使劲儿，长着腿呢。这位队长，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，就凭这身衣服、这双鞋，你们就抓人，你们太过分了。怎么叫过分啊？啊，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冤枉一个好人，但是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。你知道吗？何爽他干过什么，心里边非常清楚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他这事儿从开始到现在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要不然人民群众怎么会检举揭发的呢？检举揭发的人是谁？让他自个儿站出来说。不是你小崽子懂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要保护检举人的利益，防止打击报复，知不知道？他才是打击报复呢。别说了，梁晨，天底下有男人衣裳手表的女人多了去了，小爷这事儿不算犯法。啊，带走。走，哎呀，你们压着我干什么？啊！你们干什么呀？送呢，送呢，送！来人！报告队长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是吧？放开！拿的就是这个双。他以为啊自己是孙悟空呢，可是也没逃脱您的手心啊。企图嘿，他城墙逃跑，有二位民警的配合，我们将他捉拿归案。怎么着？谁还敢玩青皮吗？玩青皮，接着玩啊！身正不怕影子歪。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的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胡扯！你蒙得了别人，你蒙不了我。康成立的老婆是我们团总务科的勤杂工，他是有老婆的人。小姑奶奶，把你这些好听的留给你自个儿说吧。乱搞就是乱搞，流氓就是流氓，无耻啊就是无耻。就是啊，能干就能说，有什么不好意思呀？既然做出了这种事儿，还给自己争什么面子？我刚才摸的还是热乎的呢。说吧，老实交代，你们是怎么勾搭上的？嘿，一大老爷们儿还不好意思了啊？说吧，交代。说。单志恒，看着你恶心。梁哥，你闭嘴。小康，我们不是流氓，你告诉他们，你告诉他们，你跟你妻子分居多年了，你们早就没感情了。昨天晚上你到我这屋来，你不就是要告诉我这个吗？你快离婚了，这礼拜三新的衣裳我早早给你准备好了。我们是正正经经谈婚论嫁，我们不是耍流氓，不是胡搞。康春丽，你口口声声要娶我妹妹，你倒说话呀，你说话呀。何爽，我跟我老婆从来没想离过婚。我们俩也不可能离婚。这些年，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。对不起，我承认。我们之间是乱搞男女关系，拍了他！你干什么？你靠边！别动！我拍了他！王爷，大伟，别动！站住！拍了！站住！冯顺，冯顺，王龙，马哥，拍了马哥。
为什么？小姨不能容忍谎言，对她来说那是奇耻大辱，活着也就没劲了。一个女人能做出特爷们的事儿，她活得值了，没什么说的，值了。小姨看上去是那种大大咧咧、风风火火，离经叛道、刻薄尖锐，逮谁跟谁翻，动不动还扔你俩白眼的女人，在她面前似乎没有她摆不平的事儿。但是他唯独没有摆平他自己，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，他就这样给自己画了一个句号。我总是在想，如果小姨晚生30年，这样的事还会发生吗？谁能知晓？知晓。